在小巨蛋舞台上火辣热舞， Yuri 陈怡瑞性感舞姿瞬间抓住所有人的目光。而现在的他不仅仅只是个啦啦队员，还是红队的第二棒了。陈怡瑞他的第一支箭，哎，比赛射箭连续三箭满分，放下马尾的 Yuri 根本就是仙气逼人的精灵弓箭手。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落幕，红队依旧没有拿到冠军，不过没关系，曲终人不散。就在4号上午，笨看就在 Yuri 家附近看到一台白色轿车，而车主就这么刚好是 Yuri 的好队友庾澄鑫。车门打开，陈怡瑞跟庾澄鑫两个人就这样肩并肩往女生家走去。哎，等等，时间倒流几秒钟，陪妹子回家就算了，庾澄鑫你那个手是怎么回事？竟然默默从人家左肩滑到中间，这种自然毫不做作的动作，难道你们？哦，身材的话，阿星一级棒，人家扑上去。曾在影片上说阿星身材一级棒，又说自己最容易被温馨接送情打动。而就在这天，我们看到 Yuri 几乎不管要去哪都是搭着庾澄鑫的小白车，甚至女生跟妹妹出门办事，阿星还可以被放置在闺房一小时。总计男生待在女生房中超过四小时，两人交情看起来远胜其他人。而时间回到上个月，队友陈毅做东火锅剧， Yuri 搭着庾澄鑫的车出席，但男生却没下车，甚至擅长接女生回家也完全没露脸，刻意低调的举动反倒让两个人比暧昧更暧昧。